哎呀，靠大大了！干，这两天要去找你玩，你那边都锁起来。哦，江江锁的。好啊。他说他想自己玩。他想自己玩啊？他想先看完剧情再那个。哦，那为什么你也可以进去，我却不行？因为我自己也会在。我现在自己打到民国了，觉得装备有点不给力了。哦，那你快毕业啦、啊？啊，我快毕业了吗？对，剧情这么短。对，剧情蛮短的。要剧透你一下下吗？你还差两只龙就没了。哦，那应该就是剩黄鹿是不是？跟那一只尾王。是吧？还不敢戴耳塞啊？哎呀，这老装备了，不要那个。我还不知道我要配什么装哎、欸，都已经毕业了。看，我还没看新的东西。我以为可以想照着以前的那个感觉玩，因为都是老国物。对。他们动作跟以前都不一样。他妈的，就很奇怪。他妈的奇怪，我怎么以前没看过这些动作？好了，都帮能软都帮你软了。我感受到了。哈哈哈！没有我的爱路啊！你们看到地上那些亮晶晶？我看你跟杰超还有那个杰克他们同玩。只有我啦，我跟杰超比较多，比较夸张。我是看，我是听开着你的台，然后在那边看你们玩，嗯，然后自己也在那边玩。哦，你有挂台哦。我都有挂台，干，我只有你玩麦块的时候不会挂，因为我看不懂。不管，就是要来挂，我才有钱。不是，我很有良心的。偶尔会留言一下，发现你还是会呛我，有点不爽。呛你才是好事，好吗？不呛你就没有，就是感觉说他妈的，你明明不知道我是哪一个，你竟然还呛得到我，好扯！我搞不好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哦，我是每个都呛哦。你100%不知道我是谁好不好？一定不知道啊。对啊，那这样还会被你呛到，真的好扯！他这个是不是降法？嗯？是看到了，因为上次被他这个打完劈了一刀，有点痛。嗯，我找这个家访了。哎，他软化肉质到底是怎么判定的？他有时候会软化，有时候是掉掉肉，我有点不懂。轻武器。会掉掉落物，所以要两化两次。软化两次，对，要同一个部位打两次，它才会变软化。是，就比如太刀啊，双手刀剑啊。大剑算轻武器哦。重武器，重武器。所以重武器是像我啊，像我就是帮忙软的啊。哎，杰超，你要不要进来帮忙打？啊？那长枪算重武器？算吧。可是我之前玩有出现过掉落物啊。我也没有出现过掉落物，可是江江跟我说他的冲枪会。我就看，我有看，我知道片手和那个什么的，会掉落物。好吧，只好去爬文喽。没有，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在问，因为我还没有搞清楚他的飞枪爪的判定。而且他的判定错，比如说你瞄脚，他会跑到58去。乱瞄啊！抓在脚那边，后脚，然后他就跑尾巴去。看一下，尾巴什么？我想打一下流转的装，看起来对长枪蛮有帮助。我有调查。顺便解自由吧。刚好，对啊，我想要刚好顺便解自由，我就解了，因为我也有调查。我有很多啊。我刚才就是打脸流转，被黄怒狂暴追了7个血。
哇，一大堆雷狼龙的。各种各种。哦。死爽没？干我悲伤，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判定那个伤害的，我一直很有这个疑问。哪个伤害啊？我悲伤说要抓上去，有时候他明明不是动作太大，却会受伤。动作太大。或在往前冲的时候，你说甩下来吗？对啊，甩下来。有时候我只扣三分之一，有时候是直接死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看那个动作伤害啊。如果他是刚好放大的动作，我就认了。可是他有时候是轻轻的往前跳，转一圈，再转一圈。啊，红眼，唉，丢脸，跑掉，快跑，快跑。长枪，我还是玩长枪啊，我是长枪骑。我在查枪的武器，全部做完再玩别的武器。我拿双斧，双刃开花。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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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可以玩辅，我可以完成辅助啊。哦，所以你那个只是因为降防非常强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不需要点两下就可以那个啊，破防。哎、欸，靠到这里了。好烦哦。屁的。你知道感觉在他身边身后方就他就打不到，感觉在他脚底下的时候啊。打爽没、欸？啊啊！我看到有。死爽没、欸？要用集中枪吗？干嘛？有集中枪吗？有了吗？好。我们打这么久了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嘞！对啊，我进来就看到几龙枪了、啊。你看，可见我是一个把功劳让给人家的人。哇！哦，这个家伙想干嘛？敢不敢过来啊？我就问你。还在喘？哎呀，来了，快一点！哇，3700耶！他妈血量太多了吧 ？M 瑞德都很恐怖啊。对啊，尤其是我刚才四套差点就没过。哦，我们那天打四套。机动枪是魔物血量的几趴去了，1%还是2%？我忘记了。有那么多、哦？机动枪的趴数很高，就是趴伤的。看他血量越高，他打越痛。看他三天是很痛哎、欸，他血量很多哎、欸。对啊。啊不是，而且竞技场的不是还比较弱一点吗？对，我记得竞技场比较弱哎、欸。我按错了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不要！来了，放洛斯，洛斯，我看2500，早在等这一天呢。我超姐来了 ，OK 的，我应该会配 KO， 耐冲 ，KO 应该是必要的，跟麻痹吧。哦，你要玩麻痹锤？对啊。就辅助一点啊、哦、可以啊，麻痹锤自己单网也很强、啊、因为七成啊，为什么你七得到？我是长枪侠、啊、为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我凭我是个辅助武器怎么样？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辅助最大。好啦，我帮忙。我要轮脚的！我要干十分钟哎，拜托！看到了，什么鬼啦？我也很烂，好吗？看你很强哎、欸，我看你今天开台玩的很溜，那个接哇！你说接招吗？对啊，我看你那个转一转就滚上去了，我都全懵了。哦，拜托，我第一开台第一天在研究怎么转上去，研究这拿冰鱼龙在练呢、欸。我那时候我看你在转的时候，已经是在转冰牙，然后还转输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冰牙是那一次关台后换装备才打过的。哦，所以你那是有换过装备的？
打赢的吗？打输的是还没换装备，还在用上位装。哦、就是我看是打输、哦，那就是还是上位装啊。天气很绿啊。哎，右脚一直软不到，气死！阿姨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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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姨，被甩出来了。我不起来了。喵！我靠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怎么之前没看过这招？连续回两下，有斩的、啊。斩龙你会不是吗？斩龙不会。会啊。会吗？斩龙不会啊。对啊，我记得他不会啊。还是现在的斩龙会了？我是用以前的印象在玩啊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体力，要修，交给你了。啊、我也。干体力空了。啊！我被水杯了，我被水杯了，起飞！三个人上去，三个人不是我刚猫过一次没体力了。听我解释啊！都知道你会听我解释啊！没有，反正就是我先配一道辅助的嘛，就帮节操他们软化，就这样而已。原来节操帮你当工具人，好夸张哦！我愿意当他的工具人，好吗？这么有爱，你知道他打得多开心吗？我也在那边躺得很开心。都不让我躺哎、欸！啊，你们就自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面怎么一起躺？是哦，江江说要聊天，然后他又要自己看剧情。好吧，你对江江太好了。反正他就叫我陪他打，我就说啊，可是他要打，他就说他要干剧情。女生真的好麻烦啊！脚，软不到脚啊！肉质软化对不是那个软肉质的部位有效？有啊，一样啊，有啊，它是算软肉质的力。啊，我说弱点部位啦，应该这样子。嘿，就比如他的弱点是头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这样软化不是效果还好吗？他这样软脚有，因为他脚因为节操切不进去啊，我要帮他软啊。Are you dead? I knew, I knew. 这边这边看这边，嘿。啊，看了看了。哎、欸，不是用看的，不用打的。所以现在一只怪基本是晕、欸、了，是不是？晕了。所以我要去找 KO 装。啊屁呀、啊！还哎，怎么又是我？感觉我在装。满头、哦。麻痹啦！水啦！段维，哦，我水哦！哇，怎么那么猛啊？中血啦！中他墙，中他妈的墙，救命！好，我来！啊！欸、我好强啊！好壮！啊，你好猛啊！赶快，赶快来！赶快起来，我们去魔哦巨魔之地玩啊！好，不然你们直接帮我打主线啊！你现在是明波吗？对啊，就走啊！对啊，因为我等下八点要跟另外一群带他们。因为今天整个下午不知道干什么，去解一些无聊的东西，就把那个
那个什么随从等级提升到十等，好强啊！那满等不是十五等吗？十等啊！啊，十等？十等啊！哦，你说随从哦，随就是会来支援的，不是随从武器啦，是地图上的小猫咪。然后，这个章现在应该是四星的对吧？应该可以解这个御医。御医可以啊，你四星的没？我拿完了。哦。啊？他拿完了。拿完了，那个就是搬东西而已啊，很简单。对啊。可是我喜欢御医装，帅。哼。太古的。哼，快！我想打黑狼鸟。哦，那个刷到七等就有黑狼鸟了。黑狼鸟，对啊。要他的小裤裤哎，穿内裤哎。赞你黑狼鸟的装。可是我主线好像还没看。你去看啊。可以在八点以前打完吧。大概。重点是要天地龙的那个眼把揪啦。我现在还有一次任务哎。你还有一次任务吗？对。你要打吗？我们今天下午打，磨太久没有过。哈？他，你说谁啊？如果是 HD 的话，应该不行。我知道啊。你们打，没有啊，要陪你打、啊。算了、啊，算了，之后再打。天地勇什么的？我们友情比较重要。好感动哦。好感动，你要不要接啊？接了之后直接往麒麟家飞。你先带个滑空衣装。然后直接往麒麟家走，在他在顶端啊。嗯，对啊，就然后记得带回家球，你就回来之后再换到你平常的衣服，我们再去烤。我记得他在上面待不久，所以在下面等他就好了。会吗？我在上面打很久哎、欸。我每次爬上，我没有用飞翔，我没有那个滑翔翼啊，我用爬的、啊。爬到的时候他早点触发剧情，早点进去啊。那就要带回家球，就是回来换衣服再过去一次啊。行，我现在马上换。米波龙啊，对他米波龙的唯一比较麻烦是他尾巴，他那个翅膀攻击比较判定啊，很麻烦。有时候没有打到，有时候被打到。不。好久没有体验被大大带的感觉，好爽。并没有。好，我还没被。能嘴你只剩几天而已，赶快嘴一嘴。这就换你嘴我、还可以再嘴好几天，至少到过年前我都没办法玩很久。好、我现在每天的行程就是早上五点起床，下午六点下班。哇，好爽哦！很开心啊，蛮开心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过这么开心。几等啊？14等、哎、哦，我的熟练度快可以换了。夜魂，等一下你要陪我打一下。五张来四套龙，哈，五张四套龙，我需要他的，因为我没有四套龙的那个任务啊。欸，我要打五张四套，我也要。等你到啊，我可以打。对，你已经打过了，好，那可以帮我打。不然，还是就是我开台的时候，你们再陪他过主线啊。可以啊。好啊。Happy Ending。那打五张吧。好啊，那我看完动画就退。好，那我接任务。很多我都进来。你要一次猫车的还是两次猫车的？不要猫的好不好？一次加猫车的奖励比较好，两次。两次猫车要。你要物藏的什么？物藏的钢那个钢爪。我昨天打了。我刚刚斗了20分钟，差在那个时间限制之内把它打完。啊？他限时20分哦。对啊，他我19分多。19分好几秒打完、我昨天打主线的时候就打了14分钟哎、欸，你好强哦！我觉得他很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好打。看，会吗？会吗？他超烂的啦，他跟一般的石头没什么差别、啊，他就只是会在地板乱涂东西而已。哈？还是长枪啊？不要这样讲。对啊，你他妈辅助武器在那边讲，不，你是采集类武器在那边讲。好爽哦！采集万岁。哎、欸，我也是一次倒，两次倒的，哇，好惨哦、喔！我先塞三颗那一张再说。对耶，要那一张。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打，不知道为什么两猫，然后第二次打一猫都没有轻松过，我不知道我第一场在干嘛。哇，你这好猛啊！是锤子的劣势吗？傻眼。啊，所以用一只猫的吗？强猫啊，强！
我只是因为喜欢敲他们的头才玩锤子的好吗？不然回去继续玩狩猎底。我想玩狩猎底耶、欸！我觉得狩猎底很猛耶、欸、有饭啊，有一个小圈圈的补。等我破完主线，武器做的差不多，我就转玩狩猎底。狩猎底很猛啊！我也是要换啊。心技能超痛的。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按 Ctrl 加左键会变成钩爪。那我开了。好。我现在还是用 PS4 手把玩。耐脏。我要做流斩龙的最终形态。没问题。就差他那个爪。我要换武器塞那一张。没错的。是凑到一个极限。我说要去打大凶恶龙啊，麻锤。麻锤。对啊。凶恶的武器我也要打。没关系啊，你后面要打什么，你就来这个机会，你就来我们这个房间啊。问寂寞啊，最近都一个人的玩，然后要陪人家聊天。晒啦。进去变成私人房间，就看到2-16的小圈圈。是啊，我也很无奈、啊。你要跟他反应、啊。你说 Percy 也想跟你聊天，然后看去烂电脑也没有人啊，奇怪。他会在哪里啊？我要背哪里、啊？随便啊。那个右下角那个影帝，我忘记是哪一个。右下一区啊。11或8不是吗？超北哦。又没插进去，可以再飞而已，凶什么？对不起，凶什么？不要因为我过气了就可以嘴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爽！哎、欸，好久没有嘴你了，真是。哪有？每次都在那边嘴，还想教我玩骗手剑？明明骗手剑是你教我玩的。这是骗手剑很强。真的吗？对啊，这是骗手剑有被改强。他的什么都变强了、哦。他的光是他的技能。哎、欸，干在我这啊！啊，走吧，我没有出来、啊。我被丢包啊！救我！还有那个精准突击是一个。哎、欸，干你也被丢包，你还跑跑那小？我被丢在你旁边，然后我就回家。我没有吃饭啊，奶油。我不吃饭的。哎、欸，你要过来没有？不要走路啊！好了，我捡好石头了。好了、哦。好尴尬！来被我下来。哎、啊，看对呢，我防音。啊，我看到有个人被吼下来。做得好。哇！我来软了，我来软了。哦。还有一次哦，谁要再撞一次？我没了，我在软硬，我在软身体，是啊。我看一下还没有石头。哦，我有、欸，白痴哦。哇，他的位置不能撞。来了。跑了，他开吐了，二连吐。这没有这三下。没有啊，他就两下而已。三下。给他点面子啊！是啦，我昨天打是扛三下，好歹他想要脱离古龙之耻，很好。好了，都软了。哎、欸，要喷了。好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这是。光箱子，哎、欸，我滑掉了，好像。三点土、啊，李晨，刀，快磨刀，采集，然后软化，又硬了吗？没有，尾巴硬了。好，
啊，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等下再砸吧。啊，打不到，歪了。我有弱点伤害，伤害又伤害又得不到了，这叫弱。我没听到弱点伤害的，快、啊！我没有啊，我没弱点伤害啊。人家叫你软化、啊，快、啊！不是啊，头上的落石嘞，掉了吗？落石离你们现在很远啊。哎、欸，他吐了。靠！还敢假？我天啊！哦，不错。我还是不懂这都在干嘛哎、欸。啊，就吸尘器往后喷啊。对啊。还有时候会击退，而有时候不会。这都跟小丑招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丢，我再丢。哇、哦，好强！谢谢我，谢谢我，谢谢我。谢谢。当。下面有个我的斗内，我的斗内王子，哈？我切不到尾巴、啊，又要臭了。尾巴，尾巴硬软啊，谁软的都不讲戏，可恶！是我，一只鸟。啊，死爽没、欸？你不是说很好打，你都骗人。是我刚收枪就死掉了。你为什么要收枪？因为我想，我好。好，我听你说。哦。客运客，你回啊？怎样？要说斩龙客运吗？没有啊，我突然不知道想不到那叫什么客运。啊，是摩格都好的呢。不行。好，我先过去跟他玩了。好。开红啦！所以你六点以后都有空。哎、欸，兔博，那你六点以后就过来跟我们收礼啊。好啊，没有看我很常看你们这边都满的，我就没进来。没有到满啊。我想说你们都一起打。你都没问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没问没机会啊！你不告白怎么知道你成不成功？不成功那有没有？我没有勇气、啊、被拒绝、哎。你去找梁静茹啊！我靠，梁静茹。找静茹，我那时候说干嘛？静茹给你勇气哦。他说谁是静茹？梁静茹吧。哦，反正讲静茹没人知道他是谁。你在上面不会被他喷下来啊？会，只是还没到而已，烟不够高。再来一次。我想说，现在大锤的。刚那个不可能，他过来了。啊，抢我就一个人了吼。以前的霸体中奖啦，各位有吗？哇，1400！哇，大锤的霸体很猛的。哪有啊？我还要超，我要装耐充珠的哎、欸，怎么会有霸体？哈哈哈哈哈！OK，乱七杂。总会有霸体这东西，还在这壮士哎，有没有人想？对啊，开秀，直接冲他回来！哦吼！来啦，转圈！对啊，我被甩下来了，好生气了，你在吼啥？妈的逼！啊！
哇，怎么可爱啊？哎、欸，他上半身裸空哎、欸，不是裸空啦，悬空哎、欸。好，好乱，好乱，我看不到我在哪。爆发了，龙坦，那个什么，痔疮，痔疮，痔疮最痛哎、欸，外面的那个白白白雾，好痛，我被痛死了，你怎么又倒啊？哦、倒了，哪边破了、啊？你给我帮我解释一下他的问题，那个哪边破了？骑车了吗？我吐了，我吐了。快过来！哇，还来呀！小火包。绝魔！啊，集成了！尸体借我一下。你们偷打，那个包子很重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是吗？可以让我们看不见哎、欸，很棒哎、欸。好哪里破了？不知道。他的幼小的心灵破了。如何呢？嗯，那这边怎么有火？总火石啊！哇，你们谁无聊在那边丢一个总火石？不是，是有时候全弹发射总火石会掉到地上，没有射好的话。我。看球，加油！可以把种起来了。啊，各处自主。拿回来。他身上的那个毒油是能打爆的吧？哎呦，我的天！拿总火石可以吗？又要吐了！中火石，救救我！撞墙啊！谁要表演一下？
打扫。啊？要出去？哥。冲啊！哭啊！全弹发射，没有。啊、那时候就、欸、有哎、欸啊，往他脑子里面打出灭龙石。哎、欸，他干嘛？他生气了。不是，我看那个哎、欸。他跳不下来吗？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我刚刚是这个意思啊。有，然后他们很现在直播，他跳回去，然后跳起来又跳回去。对，他突然跑到平台上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各位，哎、欸，注意，好强，好强，哇，抢分！打多久了？打多久？四十分钟。四十分嘞、欸，没事，我躺得很舒服。哦哦，大宝玉，谢谢。来，